朵雪白的银花迎着秋风开放。湖北省主要棉产区江汉平原今年棉花普遍获得好收成。天门县杨长公社万年二大队从1961年以来种植的棉花连年增产，是全县的红旗标兵。今年他们采用两种加强管理，实行合理密植，使1160亩棉花又达到了平衡高产。今年这个大队能够获得比去年更好的收成，也是全队社员发扬革命精神、战胜连阴雨和干旱的结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棉花今年又是好年景。五星公社的社员们依靠集体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风沙、病虫害和热风的侵袭，夺得了棉花的增产。在丰收的日子里，社员们喜气洋洋，纷纷来到棉花收购站，向国家交售新棉，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省临县石板岩供销社在太行山深处，是1946年由当地几个翻身农民靠一根扁担创办起来的。17年来，供销社的职工坚持一根扁担的革命精神，人人扁担不离肩，勤俭办供销社，坚持为生产、为山区人民生活服务。石板岩地区山高路险，解放前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为了买一盒火柴、一斤盐、几两煤油，都要翻山越岭跑几十里的山路。供销社创办后的17年里，职工们在改善山区农民生活、发展农副业生产上做出了很大成绩。高原柴达木盆地的茶卡盐湖，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天然盐湖之一。一个捞盐工人每天平均可以捞8-9吨食盐。茶盐厂从1950年以来，已经为本省和甘肃、陕西、河南、四川等地人民提供了数十万吨食盐。1964年，这个盐厂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同时，于9月中旬
提前超额完成了年度生产计划。我国自己设计的第一座现代化感光胶片片机车间已经在上海建成，正式投入生产。这是我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扬革命志气、贯彻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方针的一个重大胜利。感光胶片厂过去主要依靠国外进口片机生产感光胶片，这座新车间的建成将为我国自己生产电影正片、照相胶卷、 X 光片等感光胶片提供国产片机。松山芭蕾舞团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到我国进行访问演出。10月11日，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日本舞蹈家演出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芭蕾舞剧《支援记》。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同有关方面负责人向日本舞蹈家祝贺演出的成功。